我去年有来访问伊，伊讲啦，讲伊家己捌个代志，还是心内底拢毋捌讲个。所以我来访问的时，伊个查囝讲第一遍听到个，过去阿妈在问因老爸，伊拢无爱讲个。伊讲一句话，我安怎讲，你拢袂当理解。像那廿四个，三个轻杀，伊老了，安怎解释拢袂当来说明。所以个这代志，阴抗六十几年，所以去年伊也讲出伊心声。伊后来对华人到淡水。对淡水到巴西，对巴西的等待，会当讲行地球有一半，伊投票国民党伊会配合，到最后我来访问时，伊上大五万就是看到国民党爱倒嘛，伊袂当原谅国民党，伫六十三当前，甲因兜的人掠四个，枪杀三个。张七龙下面家族的故事，迄是二八事件内底一个家庭的故事嘛。其实这种故事，在二八事件迄当年，足侪家庭拢发生过。张七龙三个人还清查了，会当找到伊的尸体，所以待伫因家的厝内底边。但是有的家庭，因的亲戚朋友。因老爸兄弟翁婿，我国民党掠了，唔知道伫对清洗，清洗了，伊尸体下底，所以八十人只家族到今嘛，上大五万就是希望国民党政府阿前交代，是啥物理由，把因的亲人掠了，一对清洗，清洗了，把因的尸体。嘿，什么所在？因为因足希望讲，当时在的时会当有一个祭祭，什么所在在的时会当去啊祭拜。六十几年来，因拢袂当提得答案，国民党也无交代，所以心内上听，就是讲国民党到即马提不出交代，啊，啥个甲因老爸因翁婿来请示？二八事件家属第二个上痛的所在，是因为二八足侪被害者，但是无一个加害者现身出来讲，我是安怎当时掠恁的人、杀恁的人。到目前，不管是军队也好，国民党的高级的官僚或国民党的领导者，无一个人捌站出来讲，到底迄当时是安怎发生的。敢有被害者，无加害者，这是无可能的事。一个二八大屠杀，死的一人，当然有加害者。但加害者的国民党政府，以及迄当时的蒋介石，在历史上，拢讲因无责任啦。2006年，二八事件这篇推销研究一本册出来了。国民党到怎样？阿无承认蒋介石是元凶的，所以去年2010年，一百碰八个二八的受难者，甲伊的家属，站出来向台北地方高地方法院来告国民党政府，应该来赔偿二十个党产来做。国家二八纪念馆建议的费用，因提出一点，认为过节的赔偿方式用老百姓的纳税钱，国民党上大啊负责任，结果国民党到目前拢不用因党产来赔偿。当然，在即卖法庭的制度内底，地方法院的判决。原告
拜所。所以他继续向高等法院来提出控告。虽然不抱足大希望，但是希望透过司法会当争取司法的公平正义。咱来知影台湾的检察制度、法院制度是无可能有人敢站出来面对国民党压力，做一个公平正义的裁判。但是咱到即马每届的立法院委员的选举，民进党也好，本土派也好，拢袂当超半数，所以袂当像德国伫战后处理纳粹来屠杀犹太人的例，通过一个特别法，追究过去加害者的刑事责任、法律的责任。所以无可能在被换数的状况之下，二八的家属提出，下当拢是一种用司法追求公平性。虽然法院可能判输，但是到这记录下当证明讲法院尚无公平正义所在。所以今年来到四周年，咱来怀念二八过去牺牲的者，有相当意义，因为有家属站出来向国民党来告诉。咱来看台北市二八纪念馆最近电视内容，咱来发觉对国民党政府的责任，甲蒋介石责任，亲身讲过，无爱交代。伊认为国民党政府派军队来台湾了，予台湾的治安好啊，所以兵乱水浸、侵扰，这拢是迄当时的进程。伊无交代讲，台湾人民伫迄当时的死亡人数，以及受这个屠杀了的时，咱台湾社会迄种恐怖、惊吓，以及台湾人失掉信心。有人讲，咱唔当来插兵哩；有人讲，咱好好拍拼去赚钱就好啊。台湾人无关心家己的政治、社会事，等到国民党会当建立伊独裁政权台湾。二八事件的影响到今嘛，继续存在。存在的原因，就讲加害者阿伯，互人来追究伊的责任。另外，二八家属好，咱台湾社会、台湾民众受这个创伤以后，咱是不是有自信，咱做国家的主人？咱看二八事件了，其实国民党对于台湾的政权的压迫愈来愈厉害。二八事件时无判决书，无裁判，裁判就抓伊了，就枪决。1949年以后，国民党所组成的第二恐怖时代，抓得了有判决书，但是判决书是根据啥物来？抓得了，来你拍，来你寻求，你无讲，继续寻求，先不是事，所以到最后，大家拢写口供，大家写自白书，检察系统根据。警备总部寻求摕到的口供，做一个上诉的理由，去上诉理由。法官、军事法官啊，利用检察官的诉讼判伊来罪，判罪了时，爱甲这判决书送去予总统蒋介石。就在这往往伫会议内底，感觉讲判了孙清加几年，这个案内底四人孙少就判几个来轻判，所以即摆留了做一记录内底，就在这后来会议是最后一决定，所以就在这感谢司法，台湾人做者不是军人，但是受军人
法庭的审判，这违反宪法是不是？违反人权，违反法治。长久的白色恐怖时代，实际上台湾人生活在言论思想被人控制中，台湾人无走动自由，无办报纸、办杂志的自由，所以针对足济的清楚，咱特别讲1989年陈良勇处分，和台独言论袂当变成禁忌啊。所以台湾人才会当讲出讲家己当家做事的想法。1987年7月15日改革开放，1991年宪法100条的运动。到1992年，宪法100条的修改，台湾才会成就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。所以长期以来，台湾实在是伫蒋家独裁、国民党的统独体制内底，无人权、无自由、无民主，生活中足长的一个时阵。咱对1989年，对后来白色恐怖。这种反民主、反自由、反人权的国民党政府里底，咱会当深深感受，人权是爱争出来，民主也爱争出来。今仔日有自由民主，实在是足侪人牺牲奉献到今仔日。1989年，迄当时牺牲，因提出31条要求，到1990年代，话还未做到。所以1989年，遐人、遐世代所感受的，实在是变成台湾追求自由民主上重要的文化资产。所以回顾过去时，我感觉咱可能袂当袂记1989年，咱可能要知影咱安怎奋斗的。有人讲，生活咱过得好啊。谁爱讲很多，但是无一个国家，这自由民主人权是啥物事？这确保自由民主人权，当然咱爱当家做主啦。过去统治者有伊历史解释，把台湾人变成一等国民来看待，解释台湾人，统治者一个史观。空对这娱乐奖、娱乐奖，实在是变成台湾人长期的恶运。所以台湾人爱建立家己的主体的历史解释。啊，台湾人本身爱做个当家做主的事，咱才有可能避免1989年的一个悲剧。咱来希望咱少年24年前的1989年时。咱来查过去1989年出一个家庭，一个故事，唔通要发生伫咱个身躯顶。咱来爱讲1989年所追求的台湾人出头天的想法，对起个海外到底倒来，共同变成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愿望。所以今仔日我只有1989年。咱来看过去到现在，希望咱继续来拍拼，为台湾会当变成一个健全国家、新的国家来拍拼。多谢各位。